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，上帝会用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，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。生命会有改变的，生命不是停滞的，可以长大成熟。好像我们说，约瑟遇到了这么多事，却让他越来越成熟。以至于当他再一次面对十个哥哥的时候，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和当年那个年轻的小毛头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什么说什么，然后很快的反应，但是那些很快的反应没有经过思考，带来的常常是负面的结果。现在他知道要稍微慢一点，能够处理的事情呢更周延一些。其实包括他处理自己的情绪也是这样，处理自己的情绪，比如说他要试验哥哥们，他就跟哥哥们讲说，你们说你们有一个小弟弟，哦，你们一定是骗我的，所以你看小弟弟没来啊， 你们去，我把你们这些人留下来，然后呢有一个人回去，有一个人回去去把那个小弟弟带来，然后呢不然的话你们这是个惨了，你们完蛋了。可是在那个之后，约瑟做了一件事，我读给你听，圣经上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他就把这些人呢下在监里三天，而到了第三天，约瑟把他们从监里面叫出来，重新处理这件事情，就跟当时不一样。当时我想一个直觉的反应嘛，把你们全部留下来，派一个回去就好了，一个回去把哥哥带来，如果你不带来完蛋了，你们这些人全部完蛋，你们全部会饿死。我哇，但是经过三天之后，他再一次把哥哥们找出带出监狱的时候，他再说他怎么处理其实不一样哦。他现在只是说，我读给你听啊，他说如果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一个，本来是说只放一个回去，现在是留下一个，留一个就好了，有一个代表在这里，留在这里压在这里做人质，然后呢 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经过了三天，他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，不会在情绪里面，也不会在当下立刻的一个决定，他会考虑到说家里面有老爸爸，只派一个人回去，一个人能够带多少粮食回去，那这个带回去之后够家里面的人吃吗？会不会在这个时候，我以为我要惩罚这些哥哥们，结果被惩罚的是爸爸，爸爸被饿死在那里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数？我们华人喜欢讲一件事叫做事缓则圆，一件事情发生了缓一缓，不要立刻处理，如果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，想清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。所以你看他再去处理的时候比当初周延的多，考虑到有没有留下人，有，然后更多一点，其他几个哥哥们都回去，九哥们回去，他们可以带回去粮食就更多，可以把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周延，可以让这件事情又达到他扣住了一个，将来他们必须回来，又不会伤到他的家人，特别是爸爸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成熟是什么，多考虑一下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事缓则圆。